那是在很多年前，我有次大学旅行的最后一晚。我当时在一家咖啡店的角落里，突然看到有位风尘仆仆的客人闯了进来。当时我们还没真正产生交集。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多年后，我不仅会爱上这个女孩，还会和她组成家庭，相伴一生。